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大家咧喺案台嘅左邊啦，都見到咧，另外一場賽事已經展開咗噶啦。白色衫咧就係曙光足球隊，咁啊，主場嘅隊伍啊，咁啊，柏佳咧就係今屆第一次參加嘅隊伍嚟噶。咁而曙光足球隊咧，就係由過往歷屆參加無家者世界盃嘅香港代表隊成員所組成嘅。位都可以失波嘅，嗱正面射又得啦，嗱扎位射又得嘅喎，弊啦，空门啊！個主攻嘅球員上曬前場，左邊就空位喎。好啦，白佳即刻反手圍攻，有機會一射，可惜個波撳得盡咗，但個機會仲未斷嘅，打橫踢過你嗰邊，搞掂。呢場咧亦都挨上嚟啦，真係有板有眼啊！咁尤其是佢哋嘅反擊咧，個衝擊力都好強。呢位哥仔有個綽號叫跛豪喎，阿綽豪仔啊，射手嚟噶，有機會保級啊！如果哥唔中籠門彈出嚟，都可能有著數。同一種射法，又發檔彈出嚟保中啊！今日咧就係八街超級市場。又見到麥佳嚟啦喎，見到身啦，兩個球員埋嚟夾住，爭咗度大閘，以反客為主咯喎，麥佳直情咧就喺前場就攻啦，咁令到處方嘅球員咧好難接個波，隻手慢喎。嗱，高波得唔得咧？係可以用高波，可以頂頭槌，都係合法嘅。不過喺咁細嘅場地，高波嘅作用咧就相對細好多。比賽比由啦。三打二有人數嘅優勢啦，直射啊！衝啊！睇來反賽都特別刺激嘅，因為個波隨時失驚無神嘅衝埋嚟嗰度。頭踢好快，繼續射唔射？射！下半場都打咗大大段噶啦，剩翻時間唔多啦。主方足球隊而家係落打緊和啊，同百佳打成4-4。好中！哎呀，啱啱手握埋入波，邊隊入都可能係絕殺對手噶啦。啊，又見到呢個波咧，就用鞋頭射啦，鞋頭嘅篤射。左邊有人，俾到過嚟左邊，真係唔使急噶，因為咧你有三個，對方得兩個，射埋。射中腰波咧就龍門就著數啲，哎呀！個人都撩受咗，夾咗條腸啊！射埋，得翻一秒噃，睇嚟呢場波真係一球分勝負，又或者分五勝負，冇錯，14分鐘打曬，結果打成4-4。睇佢射唔先，八佳射先，等等。咩叫空啊？暫時咧就大家一個點球都未分到勝負，第二輪啦。打得好好啊！不過咁近距離咧，如果你個波夠勁咧，真係夠快，夠快就龍門通常都唔夠快。好啦，大家都係一輪入一輪入，又要到第三輪啦。盡量封殺近處，俾個遠處。好啊！你呢個條件，到你射啊！哎呀，身先至艱難嘅。好啦，睇下柱哥呢個波點啊！好少射咗4輪都翻嚟好成功，阿龍門啊，撳撳聲出嚟，封殺個高度。好啦，柱哥嘅第五個點球。阿跛豪如果入就贏噶啦，哎，球證未出街，球證未出街，因為要球證出咗雞，咁啊等雙方都知道準備好啦，咁樣先至，冇錯，不能偷雞嘅嚇，偷就偷個蘇雞嘅啫。好啦，今次點啊？叻！